你老实话讲哦，亚辉的肌肤，敢真正有甲你拍？真然那是无爱我，我得告甲伊死，我身败名裂。真正有够过分嘞！全全爹好好去，有原同学邱公英爸爸是外遇暴力狂，伊阁遐尼细汉都爱承受这款压力，安尼对伊敢有公平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拢知影，我嘛感觉足唔甘的。啊，不过你爱我爹，法庭上指控我查某囝，我真正无法度啦。阿公当作我求你好无？我唔拿要占据你这本事，而且。我可要甲恁爸进前做糊涂，所有垃圾袋全部拢挖出来，予恁一家人伫监狱内底团圆。你个精神！你老实话讲哦，亚辉的肌肤敢真正有甲你拍？真然那是无爱我，我得告甲伊死，我身败名裂。真正有够过分的。咱过节做好连这边搬正院，但是甲伊这边起冲突，更加两边拢会去伤着。啊，唔可能嘛，袂当悠哉安尼乱。咱同款照规矩准备，应该去拜访的就去拜访，一定要把经营权收掉的。这是我和我妈的配。你莫跟我讲这是你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拜托你，你将这配交给我妈好不好？因为这件代志，全全爹好好去有缘同学邱公英爸爸是外遇暴力狂，伊阁遐尼细汉都爱承受这款压力，安尼对伊敢有公平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拢知影，我嘛感觉足唔甘的。啊，不过你爱我爹，法庭上指控我查某囝，我真正无法度啦，阿公当作我求你好无？我感觉爱查理你的爷家，这半个分就好啊。他都要在录音哦，这是给你试探一下。你有备份？我以为我买单，把所有的录音拢总摕予阮爸听。我让你一世人拢无法度带领我家大哦，总我家己惊死。因为佮最后输的人是谁，阿佫真歹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